呀，宝宝，多么甜蜜呀，宝宝 ！Hello, baby 呀，宝宝，鼓起勇气呀，宝宝。闭嘴。小红，小象是小红象，小象，小红是小红红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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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象。你能换一首歌吗？干嘛？你会不会唱歌啊？嘴长我身上，我爱怎么唱就怎么唱。我今天就是想唱歌，怎么了？我教教你唱歌，来。是你在身后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温暖、希望还有光芒，是你默默守护我的微笑，教会我美好和成长。怎么了？这是你写的？不行啊，这不太像你风格。我静泽一的风格千变万化，这也是我的风格。嗯，这好像管导的作品啊。管导才不会拍这种东西呢。管导？管导？接。喂，哥。喂，阿泰。怎么样？管导。管导。走了。走了。哥，你怎么才打电话过来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林希泉刚刚来了，他们现在吃饭去了。林希泉？他来干嘛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先这样，我明天去公司。挂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公司的事情。你和 Tiffany 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这话说一半。别动我！碰一下怎么了？我今天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那你这么着急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电影院信号不好。那我给你打信号就好了。带头。哎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刚才你不靠我肩上吗？我的腿伸一会儿怎么了？你少诬赖别人啊！我什么时候会靠你肩膀上？哎。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承认，我就伸一会儿。哎呀，我就伸一会儿。走开！不走。我拿开是吧？是。